这颗风车茉莉眼看就要爬上这个竹子栏上了。今天我再仔细看了一下，我发现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竟然是它的根，所以平时的话可以在这上面喷营养液让它吸收，喷水也可以。然后我感觉它一个单独爬上去有点孤单，再给它做几个牵引一起爬上去。OK， 这样就绑好了，先把这个更长一点的给它绑，等这一些再长长一点再来绑。上次做这个棒棒糖的这个瑞典女王，我发现它长出这个牙来了，但是我感觉它的这个牙长势不对呀，都是这样笔直上去的，肯定到时候它又会长得很高。现在我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，现在就把它的这个嫩芽的顶给掐掉，让它底下的牙长出来。哎，这一个夏日果花，又开了一朵花，哇，后面的花是不是更漂亮了？这么大一朵，哇，漂亮。